需要老师帮你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私聊老师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女面相天庭开阔，眼睛有神且柔和，命中是带财的。她眼下子女宫暗沉，搭配田宅宫宽广，虽然为人心胸宽广，心地善良，但是生活中缺乏主见，易相信别人，工作中易招惹小人。好在鼻梁挺直，好胜心特别强，夫运好，能嫁个好老公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